呀，大餐呢，媳妇儿今天干啥呀？你不是给我准备的大餐吗？整两口。你激动个啥？这是给马总准备的，跟你没啥关系。天星当当响红铃，还有天理吗，媳妇儿？我这兴致冲冲的拿着酒，我都来了，你搞半天你是给我准备的，兄弟们你们看看有没有天理？来来来，两只烤鸭，这是十斤鸡胸肉，这有将近十斤的鸭腿儿，两斤排骨，十斤红薯，还有什么一罐羊奶粉。这狗过得比我都好，我跟你说，我啥时候我头七的时候你能给我准备这么丰盛，我就谢天谢地了，媳妇儿。别嘚嘚了，赶紧给马总做吧。都几点了，马总晚上还整着吃呢。生气，我气都气饱了，做了。赶紧做吧。满满的一锅肉啊，现在红薯放不下了，现在肉都放不下了，红薯得单独再另煮一锅。兄弟们，肉好了啊，排骨、鸭腿、鸡胸、烤鸭，还有红薯全部蒸好了。现在呢，开干，把肉给它拆好，打碎，跟红薯一块团成肉丸子。因为狗不能吃骨头，所以要给它。啊，不是，你吃啥了呀？你跟狗抢食，我真是服了你了。好吃，真好吃。嗯，那骨头留着可以给你吃。嗯、因为狗狗啊，不能让它吃骨头，吃骨头的话容易那个划破肠胃。好，给它拆下来，给马总做成肉丸子。排骨、鸭腿还有鸡胸肉拆好这么多，还有两只烤鸭没拆呢，你把烤鸭也给它拆一下。对，把骨头一定要剔干净啊。对，再把骨头给它剔干净了。烤鸭这个骨头不太好剔啊，大黄。咱俩一块剔吧。一块剔吧。嗯。烤鸭快拆完了啊，现在拆了这么多，整整的一个小肉山呐、啊！妈呀！其他狗也没少吃，在这拆的过程中一直在给他们喂东西。嗯。肉其实虽然是凉了，可好吃了，还是很香了。对，这家的烤鸭特别好吃，嗯、味道杠杠的。嗯，以后都买他们家的。嗯。这肉打碎这么多一大锅，现在是肉比红薯多，兄弟们，肉比红薯多，本来冒尖了，我把它往下摁，摁的可瓷实了，还有这么多，啊，摁的很瓷实的情况下还有一大锅呢，现在开始把红薯还有肉往一块拌，拌丸子。不行啊，兄弟们，东西太多了，实在拌不开，我们现在借用了刚刚的洗澡盆，用刚才的洗澡盆来拌。你看，爸爸用一下你的洗澡盆啊，给狗狗拌个水儿。没事，这个洗澡盆啊用不着了，他小时候用的。哎哎，不要摸，不要摸，不要摸，乖乖。他也要帮忙。谁要？嗯。就帮倒忙。嘿嘿嘿。你老公说的啦。你好厉害呀！什么叫老公？是我的。我觉得这一次肉比红薯多，估计还不好往一块团呢。肉太多了。什么这是啥呀？那是假狗，不要碰啊，爸爸。别碰。这狗狗吃的东西。啊，可以了。起活。哎，你别吃，不是你的奶粉，儿子啊，这跟你们奶粉可不一样啊，儿子。这兄弟们，我们的丸子团好就这个样子的啊，就这个样子的。里面就是丸子肉团到一块，红薯团成大丸子。现在马桶都给它冻起来了，留几个不动的，现在立马到基地让它吃热乎的、鲜乎的，其他的给它冷冻起来。给马桶送过来了啊，马桶的丸子，马桶下钩一讹嘞，哎，个新球，你都不能搁其他地儿，这个大呀，这个大，我感觉这个大，这一天俩了都啊，一天俩，一顿俩啊，一顿俩吧，一顿俩，新做的应该会喜欢吃，嘿嘿，沙哥说这个做的比较大，一顿吃两个都可以，好。表现听话，表演技能，快点！马总，马总，我去，
你看看，就是不听指令，你这。哎，关家了，不吃，不吃，大伙儿，他不吃，可心寒了，放嘴边都不吃，这咋整啊？太尴尬了。